人肉，有件事，我想跟你聊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，这不正好可以制造沙发的。等一下，我肚子饿了，我们边吃边聊吧。你捞起来，我腿麻了。好，就是现在。 有件事我想跟你聊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肚子饿了，我们边吃边聊吧。你拉我起来，我腿麻了。好。你这么快把我拉起来干什么？ 我还没倒呢，我腿还麻着呢。哦，哦什么？哎哎哎哎！你干什么？哎你，哎呀，哎，你抱我干什么？我想聊一下，我的计划全被你打乱了，起开！什么情况？ 这么晚了，你穿成这样？啊，周末我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？cosplay 啊？酒会，酒会需要跳舞，你可以陪我练练舞吗？ 是，我最近没听丘比说你要参加什么舞会啊？我的行程，他不需要全部都知道。哦，私人酒会啊？嗯，私人酒会。是什么样的私人酒会需要替舞伴这么近？就是那种跟合作伙伴。 去发生更亲近的生产关系。生产关系，比如呢？比如开荒、挖土、栽种、育苗。然后呢？然后等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，怎样？ 就剥开你这只甜蜜的小，你怎么了？